听你安尼讲起来，哇，恁家顶代拢全咧行医救世呢吼。呀，唔呐安尼啊，我听阮老爸讲哦，阮阿公啦、阮阿祖因咧行医救世的时阵哦，若拄到较善食的人来看病哦，拢无咧共收钱。哦，安尼你咧共做白事，敢有共收钱？伊啊，这我无法度做主啦，因为我是食人头路啦，啊，我若无共收钱哦，对病交代袂过啊。啊，不过哦，有当时啊，拄到较善食的病人哦，伊若付袂出医药费哦，我嘛甲斗出。啊，不过我无可能逐天拄到这种人。阿妈，吼、哦，你心肝真正足好个呢，安尼就对啦。咱若拄到许人较困难，咱尽量甲斗相共。若是安尼，输人钦佩啦。做啥念上啊？哦，你当交到阿妈啊这种人哦，那是你福气呢。伊啊，其实你做人袂歹，啊，不过啊，为你的五官甲你看来，你呾有一个缺点，就是爱碰风啦。啊！你常常心内想的，甲嘴讲出来拢无同的。这种的哦，若年久未清来哦，你会得到心脏方面的这种疾病哦。而且啊，佫会脑神经衰弱，啊，佫较严重哦，你会得到这个帕金森氏症。我妈呀！你讲到咱有影的呢。我叫你考试啊！你看我，我有啥毛病啊？这个，你来看个啊，其实身体足勇健的啊。啊，不过有三个毛病。第一就是血压高，第二较无胆，第三膀胱无力。啊，你就是常常发脾气啊，唔只血压也高，啊心脏较无力啦，你常卡袂着，你就讲吓惊，常常尿布缺氧，你就昏倒啊。啊，膀胱无力啦，阿姐啊，啊你已经上火啊，零件嘛差不多啊，所以加减嘛会闪尿。真是太神奇了，阿妹啊！连我闪尿也知影呢！阿姨讲你闪尿，你来痛到安尼啊！哎，叫！哦，啊，对，我呢有道理吼，啊，无顾我这条老命，对迄边的水塔遐爬起，啊，就黏黏在厝尾顶啊，就怪，啊，才经过那三角窗迄个，才搁跳落来。哦，我要喘气呢，来，我带你进来恁爸弟的房间。啊，天山门啊锁起来，啊人是走开。天光哦，我迄房间门哦，就是叫天山甲拼害去的，要甲阮下面当拼。爸，你要创啥？啊！你若伫你的房间啦，爸，你若讲这间是我的房间，我当然伫我的房间啊。爸爸，小老鼠，啊，你哪搁转来啊？爸，啊，你是甲小老鼠带去对啦？啊，有啊，今日来海底场找两三只呢，啊，电话嘛敲三四通啊呢。哦，安尼我知啊。阿父啊，就是要甲你讨囡啊，啊，你即摆惊阿父啊，甲你讨囡仔，才会避当房间的对无？嘿啊，好啊，我来讨囡仔，我要还钱啦，啊，才早转来才面。爸，啊，你唔是要甲带去派出所，哪去甲带转来啦？爷爷带去剃头。爷爷，哦，安尼叫甲俺亲好好啊。阿姨唔是同款叫你爸爸。还是讲你当时要叫阮母啊，叫奶奶啊？喂，你讲的是什么话？你若袂甲问讲，啊，你当时要叫阮月英啊，叫妈咪啊？哦，爸，我知影啦，一定是因为伊叫你爷爷叫甲足亲呢，啊，你唔敢要甲带去派出所，所以佫甲带转来，对无？唔是啦，那是小老鼠家己本身甲我讲哦，伊若听到派出所，就会惊啦，啊，若看到警察嘛会惊。哎，我得甲讲，讲伫个社工阿姨因家吼，常常若无听话，也是无做代志，吼，还是讲向电。即马搁甲带转来啊！啊，伊的未来要怎甲安排啊？唉，我看也真可怜啦。我想讲吼，永安生活拄多一暝啊，才不讲啦。啊，我明仔载吼，就甲一通个电话甲阿父联络啦。啊，是讲吼，月英若转来，看到伊，若要让我落啊，爸，归去安尼，像阮狗仔讲的吼，你着承认讲，伊是你伫外口含人偷生的。吼，袂歹哦。爸，天山啊！天山啊！你这摆是咧画啥啦？母啊，我爸要甲我拍啦！无春的啊，你是大
当时转来啦，啊，一入门吼，就要拍恁天上啊哈。就咱天上遐大汉，嗯、啊，我每一遍讲要甲拍，啊是倒一摆拍有成。你手若举起来吼，恁天上就惊到要死啦，佫真是予你拍哦、喔，遐会得啦。哎，真的啊？啊，你毋是讲要带迄个囡仔去搞伊拍耍，啊，现在哪会无去啦？你敢知影阿辉咧找你几落逝？电话嘛敲几落通？对啦，啊，你现在迄手机也关机啦。我毋若甲关机俩，你甲看卖，我才把这电话甲拔掉。啊，你囡仔是共带迄台？我甲带去予因老爸啊啦。吼，带去予因老爸。啊，你毋是讲这个囡仔的爸母拢去予火烧死啊？人这个囡仔还过另外一个老爸啊。安尼，你无把迄个囡仔带转海钓场，到天上啊？你想咧？小老鼠，爸爸甲你讲吼，拄只迄个宝，从即马开始你爱叫奶奶，知无？好。乖。天上啊。奶奶。乖，那不是你奶奶，现在是我奶奶。爸爸，他不给我叫奶奶，那不是你爸爸。那才是我爸爸，你不能住这里，你走开！我拼命催呀，那是我爸爸的房间，那是我爸爸房间。哎呦，萱萱，乖，你听奶奶讲吼，你是哥哥，阿麦对哥哥无大无小，好不好？不可以。露啊，啊，今麦萱萱吼，甲伊两个冤家安尼啦，无你吼，甲萱萱带恁房间啦。好啦，萱萱，奶奶找你等下房间，好不好？好。嗯。奶奶再见，再见再见。奶奶不跟你再见。哦，这位小猪吼，那位小老鼠亲家吼，一定会足古锥，佮漂白，佮缘投。兄弟呀。啊！你唔是带咱先生过天上，迄景点要看小老鼠，啊！那一时也是搁听到过。拄仔咱先生吼，伫食醋，两个囡仔冤家干呢呢。哪会安尼？哎，啊，遐老查甫囡仔啥？哎呦，啊，车搁有无？哎呦，啊，搁变遐尼多。嗯，啊，恁拢无查某囡仔个啦哈。啊，我就想讲吼，迄个小老鼠啦。离开迄个社工人诶领导吼，啊，干那高衫甲高裤，也无通啊替换。我则想讲买两双我转来吼，他互伊替换。你也要新衣服？你也要新衣服哦。好，先把这个衣服吼、哦、让给那个小老鼠哥哥穿，然后改天哦，爷爷带你去买很多你的新衣服好吗？这个拿去换。拿去换哦？啊，换谁的？换我的。還有影在吃醋呢。阿芬，你要跟朋友去海边啊烧水烤肉哦？那你要较细腻的，莫算想我较早回来嘿。再见。你怎讲电话的？你较早回来。阿芬啊，伊讲要跟朋友去海边啊烧水烤肉，我叫伊莫算想我较早回来。那是讲对讲唔对啊？七月时去海边烤肉，遐受罪。哎呦，新闻拢无咧看，遐固定这时间，逐年拢啊死足侪人个呢。啊，什么所在袂使佚佗，爱定去海边佚佗个。哎呦，阿凤甲因朋友拢足贤受罪个，因家己安全，家己会注意。就是愈贤受罪，愈会拖起来啦。遐若袂晓受罪人哦，拢往恁边个亲戚来所在，往恁撇咧撇咧。啊，就愈会晓受个人哦，啊愈受愈远，愈受愈深啦。啊！啊！受到家己哦，啊！受伤煞啊！啊！无体力啊！啊！啊！救囡仔啊！食着水啊！目睭沉落，啊！沉落时阵呢，朋友看啊！啊！有夭寿哦！啊！撮侪落去救伊啊！啊！反正人救着，啊！家己朋友煞无体力，啊！就滚，啊！就撮起来。啊！你是咧做唔啥啦？啊！拢无受过嘛，病又病有啊！啊！甲青阳到遐尼大，啊！你着翘起啊！哎呦！我知影伫海边啊，受水足危险的，所以拄仔敲电话转来，我嘛甲叮咛啊，我讲唔好耍了伤过头，啊，较注意的。阿芬，你足听话啦，放心啦。啊，你讲的话，少年人敢听得入去？少年人，侬嘛想讲安尼好耍就好啊。厦门就是阿芬今嘛住咱家呢，伊若带起来，咱明仔对伊爸母交代哈。
嘴总讲一句啊，咦，七月时卖生水啊。好啦，既然你都遐尔烦恼也很安全啊，我等下打电话甲讲啊，叫卖生水啦，安唔好？安尼就对啊。啊，恁只讲一句啊，你当阿伯哩，你无看人个？伊就讲要出去买物件，啊是讲你出去遐久也袂转啊？好吧，你坐坐，我出来找，我今日路不熟。哎，等等等等等，哎，我拄要出去运动，我来找伊。你是要倒找啦？你敢不知伊伫倒？啊，你又搁知伊伫倒哟？我虽然不知伊伫倒，啊，不过我开车是过去找啊，无你教我拄着。啊，若你要出来找吼，你还有行呢？啊！即摆外口暗暝蒙，你搁屏无打，你敢敢一个人行迄路的？我咧惊啥呢？我心中无邪不怕鬼啊！我坐你这行咧滴，我是要敢惊啥？反正我就是要出去找伊啦！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劝你什么劝你！我哪有在想什么？哼！家己伫遐乌白想啦！呛呛！来这套，啊！若即招我少年时拢用过啊啦。若像讲的，前生出去，啊，一日后壁倒去，啊，就神不知鬼不觉呢啊！歹势，当初我就是用这招把阮脚拍掉的嘞。想要跑阮左脚，门儿都没有。哼！黄小姐，阿伯呀，这么一个人，你敢这样硬讲我等？我就让你慢慢来等。今麦有当可乐呢，阿伯，阿伯，若捡蚊仔叮着咩啦？啊，插你耶！少是阮左囝，我蚊仔叮应该嘞。最高哩。古夜，刚才我甲杜部长门口头，杜部长还未搬回来，啊，阮家小黄早就翘起啊，这狗也是对土里来啊。较早阮阿妈捌甲我讲过，啊，若七月时哦，迄个找狗咧，迄就是鬼要出来讨食。哎，老师傅，鬼真正出来讨食。鬼是出来讨食，进来等。行了直，心中无邪不怕鬼，啊，佫叫鬼行啊，即行的。我是唔惊伊啊，啊，问题伊啥物下无下去啊，你又唔知哦。我哦，先听到你找狗来哦，啊，袂好，又走来我后壁，但唔免惊狗头，真恐怖。我看是你家咧吓惊你家己啦，啊，平常时也足无胆的，我叫你莫出来，啊，你就偏偏要出来，啊，结果才互吵倒来。找个老婆，啊！你别过来追嘞！我等阿爸是好意啊，你才会过来安慰我呀、啊。
我就甲你讲过，世间上无迄个歹物件，迄金仔头是我甲你打，你莫扫互别人啦。你讲过，观世音菩萨，这个像素，观世音菩萨，阿娘啊！你讲无？你莫插嘴啦。阮爸给无答案啦，因阿娘伊阿娘就是安那，你阿娘甲讲拢无效啦。哎，对啦，英子啊，你讲要去买物件，还是要啥？对啦。 啊，着恁老爸伊有教血压的镜头啊，所以讲我去买药啊，转来回家啦。这高血压的药啊，平常时啊，我拢共爸传啦，那你阁嘛会做检查？无啦，英弟啊，恁老爸唔闹高血压，这毛病尔呢，伊阁会膀胱无力，啊阁惊下重，啊阁惊贵。阮老爸囝物件太多，你若住了久，你就会发现愈多。那英弟啊，你放心啊。 只要我住在这哦，恁老爸毛病哦，我一个一个都甲医好，交代好我。爸比起床了，爸比起床了。嗯嗯，哦，萱萱乖，啊，你要叫爸比起床啊。爸比，我跟他睡。萱萱，啊哥哥不喊爸比睡，啊你要叫他困倒啊。 不能跟我睡啊！哎，萱萱，哎呀，这起来哈，啊乖，来，爸比跟你讲哈，伊是恁哥哥，啊你爱叫伊哥哥好不？不要，不可能。哎呀，萱萱啊，啊奶奶一睏啊，见无看咧，啊早来找爸比呀。奶奶早安。 哥哥爸比，坏坏，他才是我爸爸，他是我的爸比，他是我爸爸。喂，请问等一下。哎呦，啊，咱两个囡仔闲啊，咱安尼啦，来来来，萱萱呢？哎呦，阿姨，奶奶跟你讲吼，乖啦，阿你哥哥吼要到咱家啊，带一暗尔啊，阿你爷爷吼会敲电话阿父叔叔，阿来把哥哥带转去，好不好？好，快去打电话，爸比呀，呀，阿偏偏都不要。 你别做呀，萱萱，奶奶跟你讲，伊是哥哥，不要对咱们凶好不好？不好，小老鼠下得台，咕噜咕噜滚下来，你喜欢不？卡成欧手手，爱叫欧手手啊，爱叫欧手手，爱叫欧手手，爱叫欧手手，好好乖，好好乖，萱萱乖哈，听奶奶讲哈，哎呀，天上啊！ 我看吼，这个囡仔，我继续带落去吼，啊，两个囡仔嘛，逐天冤呢。母啊，这跟我无关系哦。小老鼠这边是阮爸爸带转来的哦。哎，阿父啊，吼，歹势啦，啊，后日送吼，囡仔就较无闲啦，所以囡仔吼，才无甲带去派出所交你啦。啊，我这摆吼，囡仔佫带倒转来啦。嘿，嘿啦，阿飞弟吼，你这摆是巡逻啊，啊，无少等下，你才搬一个工吼，我伫我海钓场来坐啦。嘿啦，我会等你吼。 啊！你说，唔甘愿囡仔行人，佫带倒来啊？迄囡仔是阮天上捡到的呢，啊，不甲带去派出所，阮佫带转来厝安尼甲骂你。天上，啊，既然囡仔甲你遐尼有缘哦，啊，归去啦，甲认真啊归家啦。你讲的什么笑话啊？人家是讲互我生会囝，啊是讲阮天上的生，啊较早失散去，唔则讲甲认转来归家。 啊，虽然这个囡仔是甲恁无啥物去当的关系，啊，不过人这个囡仔嘛真主动，甲恁这个口念条条的呢。啊，甲这个囡仔念条条，只有表兄这个囡仔甲恁斗交，一定有牵连的。啊，人因爸母是去学会小事啊，啊，我也甲伊无熟无识，是有啥物牵连？反正你也带去迄栋检查啦，无一定较甲恁有亲戚关系啦。你的手，我会甲你牵条条。